奖牌。黄玉国、山本雅贤、神本雄也、李相旭。好，来看看山本雅贤。后上层一杠的倒立，团两都挂，有点险。后上180，后上大和环团两周挂，成横杠倒立，横杠长阵屈身上经分腿，直角支撑起倒立，下法动了一小步。90年的选手，这次日本队的两位全能，一个90，一个94，中国队的两位选手杨胜超是88年的，黄玉国是90年的。李志凯13.350分的单杠。山本的分打出来之前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排名情况。现在呢，神本是第一的，黄玉国是第二的，李相旭是第三的。调名数是第四，调名数刚才的双杠的问题比较明显，所以现在差了很多，跟前面的选手差的将近有3-4分。这次比赛男子的项目。